我们的弱协调长呢，就是安排由我们的副协调长 GMT 副协调长纪乃正讲师来担任，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谢谢。 谢谢我们苏讲师的介绍哈，我们的议长，还有所有的会长，大家下午好。上个月，跟这个专区主席跟分区主席来介绍这门课的时候，他们大概只有300个人哦，但是声音很大声哦。那今天我们据说来了600个人哦，我再试一下这声音有多大声啊，800个人哦。 各位会长，大家下午好，下午好，好，真的是比上次的人多哈。好 ，OK， 我先进入，因为我的时间哦只有25分钟。 很短很短哦，啊，据说今天来的讲师都相当的优秀了哈、哦。那除了很优秀以外，据说还要具备两个东西哦。第一个东西哈、哦，要会带动唱，有没有？哦，没有会带动唱的话，大概上不了这个台哈、哦。第二个东西哦，就是要准备礼物哦。啊，这个礼物也不能随随便便我送你一杯水啦，送你一个饮料啦，什么不行哦。这个礼物必须要对大家有帮助的哈、哦，所以我就带了10份礼物来哈。哦 这个10份礼物，哦，各位会长，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礼物对你这一年的一定很有帮助哈、哦。这是一个十大杰出分会，哦，这是基隆一个十大杰出分会，他们由秘书编出来，由会长哦在带领会里面一年执行的40项左右的社会服务，还有他们的一些训练课程，哦，通通还有四大学的一些啊、这个心得报告都在里面。 哦，如果你有认真听，有答对我要讲的，这一本就送给你，好不好？好，那大家看到第一张 slide 哦，这张 slide 是《远见》杂志，啊，《远见》杂志在3月份的时候啊、有这张 slide， 他在啊、介绍全国啊，全国总共10万多家诊所哦，那100个，100个哈、哦，他认为说。 值得大家来推荐的医师哈，百大良医哈，就是我是其中一个哈。那这个的标题是什么呢？点燃偏乡医疗服务，哦，点燃偏乡医疗服务。我为什么以这个为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开场白？我就希望说，其实我们在会长一年很快哦，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服务的地方哦，很多地方，包括比较偏乡的地方，比较这个。 这个不方便的地方都值得我们去服务哈。那各个会长用你很雪亮的眼睛去寻找你要服务的对象哈。好 ，OK， 这张图在说，我们有一个百年庆的一个会员发展目标哈。刚刚苏讲师已经讲过哈，我们现在的会员人数大概在137万多全球哈，全球哈。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在百年的时候，就2017年、18年的时候，然后这个年度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会员人数增加到我们曾经到达最高的会员人数。好，礼物准备好了没有？ 好，我们最高的会员人数曾经到多少？有没有人知道？来，145哦，将近145，还不到，但是你也答对了啦哈，送你一本书。OK， 我们来看下一张哈。好，我们曾经在1998年的时候，世界上曾经144万5590位师友哦，我们就希望说，在我们的2017、18年年度结算的时候啊、哦，我们能够到达这个。 这样的会员人数哈，好 ，OK。好，那我们就要想说啊，国际总会有什么奖励措施呢？哦，我们来看看这一张哈，这个奖励措施哦，在这里大家看清楚一下哈。
第一个哦，在你的狮子会年度内哈、哦，引进三位新会员，辅导成立一个新会，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奖，有没有很难？三个会员有没有很难？也难，一个新会有没有很难？等一下我就来激励大家，看怎么样来达成这个目标，好不好？哦，那我们这个目前哈、哦，大家看看哈、哦。这个百年庆的分会有1809个会、哦、已经成立的哦，已经成立的新会已经有1809个分会，哦，已经加入的新会员有229,584哈，然后参与的分会有30,000多个分会，哦，其实不难哦，其实不难哦哈、哦。好，再来看下一张哈、哦，我们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得到这个奖项哈、哦。好，这个哈、哦，这个是。宣誓，哦，这个是宣誓。我等一下在最后的大概5分钟左右，哦，会跟大家介绍，哦，有一个分会在去年拿到了10大杰出分会，在 F 区，哦，他们，等一下哈、哦，哦，他们这个宣誓会员新会员宣誓的时候有28位，哦，28位多不多？28位就可以成立一个新的会了哈，28位哦哈，多不多啊、哦？然后这个会长在这个啊、交接典礼的时候获得这个10大杰出的这个分会哦，还有10大杰出的这个师友哦，好。今天这个怪怪的。那个 D2 区的秘书长。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两个东西而已哈，两个东西而已哈。第一个哈，当然是我们要增加我们的会员人数哈。GMT 大概只有两个啦，第一个就是成立新会，第二个就是增加会员人数嘛哈。然后我们如果说哈，我们要改善2亿人的生活哈，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增加会员人数嘛，因为你唯有增加会员人数，才可以增加服务的人数哦，这是我们所谓的目标哈。这个我们就先不讲了，我们先来讲这个东西哈。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哈？我们台湾总会哈，这几年哦，每年增加多少新会员，每年减少多少新会员？有没有人知道？知道的举手一下好不好？大概就可以了。每年有多少人退出？每年有多少人进入？有没有人知道？啊，来举手一下，举手一下，我送你书哦。有没有？你在哪里？好，9,000多个人，来，我送你一本书，差不多8,000-9,000人哦，8,000-9,000人多不多？现在台湾总会有多少人？多少会员？有没有人知道？来，请说。对，47,000多人哦，9,000去除以47,000多人是几分之几？20%，1/5，多不多？可不可怕？每年怎么进出这么多呢？要是每年都这样进出，我们5年就 over 啦，是不是？我们的人数就 over 啦，对不对？好，好，大家来看这个图哦，这个图是到7月了哈、哦。那我们看一下，好，没关系哈、哦，帮我们上一个图好不好？上一个图哈、哦，这个图哈、哦、有说明哈、哦。你看、哦、我们这个 F 区哈、哦、，F 区的。会员增加是快200个，哦，在6月底的时候是快200个，这个是到7月了哈、哦，所以啊、议长有一天来参加我们这个 F 区交接的时候，他跟我们的，他期许我们呐、啊，他说哈、哦，如果他的15个区里面哈、哦，每个区都是这样子的成绩，他大概是全世界第一名的复合区了，有没有听懂？因为有增有减嘛。哦，但是去年 F 区的成绩还算不错，增加了快200个哦，增加了快200个哦，所以他期许我们哦，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家哦，我们 GMT 哦，这事实上是我们的责任呐、啊、哈、哦，大家要铭记一下哈、哦，铭记一下哈、哦。好，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哈、哦，所以我们的策略哦，今天也不要讲太多，就是两个哦，就是两个，一个是什么？怎么样去促进他
成立一个新的分会，哦，怎么样去募集，哦，跟保留会员，哦，这两个很重要，而且等一下会问大家，哦，好。那最后就是当然，哦，我们要走向这个成功之路，哦，走向成功之路，哦，等到明年的大概六月底的时候，啊，我们再来开个庆功宴，哦，好。哦，当然这个是 GMT 的整个领导结构，其实我们不需要看的，啊，哦，这个从上面的这个啊，国际总会啊，在宪章区，在复合区，哦，到这个区哈，哦，都是有哦层层的这个领导哈，哦，这我们不大需要看哈，哦。好，我们来看我们需要看的东西哈，哦，来，好 ，OK， 我们 GMT 现在已经进入 2.0 的时代了哦， 2.0 的时代了哈。哦我们知道中华电信现在是 4G 对不对？ 4.5 了，哦，所以其实我们要进化，哦，我们要进化，哦，我们当然怎么样来进化我们自己，怎样进化我们自己 GMT，哦，第一个当然我们要有强大的训练，哦，强大的训练，像今天算不算是一个训练？算不算？今天也算是一个训练，哦，好。第二个我们要告诉大家，哦，这个服务的讯息，哦，这个怎么样去发布，还有市场的行销。第三个我们要成长的目标，哦，然后再来我们要大量可靠的报告跟当责制，哦，所以我们每个月的报表，哦，一定要确实确实在几月几号的时候缴交报表，每个月的20号，哦，这个报表会到我们当区，哦，当区的协调员上面，当区的协调员再往上报，哦，再报到我们的这个复合区的协调长上面，哦啊，这个是一个当责制，哦，然后啊，我们来竞争这个最高表现的这个奖项，哦，好，所以，哦，所以我们事实上，哦，就是要这两个工作，哦，啊，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一个这个啊会议，哦，训练会议一定要亲自参加，要来获得新的讯息，哦，我们有哪些新的讯息等一下会讲，哦，然后由这个讯息来产生影响，回去以后你就可以邀约，哦，你就可以发展新会，啊，然后可以邀募新会员，然后使会员参与，使会员留下来，哦，使会员留下来，哦，好，邀约，哦，今天的这个 slide 有点问题，哦，好，没关系，哦，那事实上，哦，这个也是啊，复合区跟区协调长、协调员哈，哦，所获得奖项。事实上，我们 也不要太去管他的了哈，哦。我们来看我们最重要的哦，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来看哈，哦。好，刚刚有看到一个图，有没有？四个东西，哈，四个东西就是这四个东西，哈。我们的策略是什么？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哈，这很重要，很重要，哈。我们要怎么样去招募新的会员？会员招募进来之后，我们怎么样去把它留住？哦，这个都很有关系。有四个策略，有四个策略，哈。那第一个策略就是提高服务影响力跟重点，哈。刚刚已经看过很多这个影片了，对不对？狮子会，哦。最重要在做什么？点亮光明，哦，啊，让帮助视障，哦，这是我们最重点，但不是只有服务这个。那福伦社呢？哦，早期的福伦社，它是不是一个轮子？哦，所以它一个轮子，它是什么？轮椅，轮椅跟什么有关？跟小儿麻痹有关。所以他们的最重要工作是在消除小儿麻痹。哦，消除小孩，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最重要的工作。我们是一个哦，就是很强调我们要恢复光明哦。好，那这个需要我们大家哈，哦，我们大家哎，至少我们这个有影响力哦，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作在做什么哈，哦，我们的工作在做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张哈，哦。好，在社区里面哦，在社区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啊，协助。啊，视力筛检，儿童视力筛检也好，糖尿病的视网膜筛检也好，哦，那这是一个分会，哦，这是一个分会，哦，他们在分会里面，哦，协助社区里面做一些视力检查，哦，视力检查的照片，哦，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这个也是他们在社区里面协助这个健康检查、视力检查的方面这个这个是一个不同的活动，但是也是一样他们这是在做糖尿病视网膜的筛检那这个是一台机器就视网膜的检查机好，我们再看下一张那这个是儿童视力筛检这个是我们总复合区一起来做的由分会来配合的的筛检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活动给定下来，我们每年一定要办这个活动我们要根据需求来做那一个分会一年要办多少次活动比较好，有没有人知道？你们都办多少次活动？越多越好。20项多不多？不嫌多。30项差不多而已30项也才一个月三项社会服务好，我等一下要介绍这个分会，他就是做了40项社会服务，40几项大家如果看那本书就知道，结结实实、扎扎实实的40项社会服务那这个是当然都其中的一种好，那这个是跟智障儿跟智障儿他们一起来同乐这个智障者家长协会他一年办了一次活动那这个是那个会长跟他们一起在跳舞，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执行秘书 GMT 的执行秘书曾琴好，那这些都是我们把这些讯息在社区里面让大家知道，让你的会员知道说你在做这些，甚至让他们一起来参与这是最好的这是最好的好好，第二个呢第二个重点二我们要重塑我们公共形象并改善能见度改善能见度其实我也是很希望说狮子会有在做活动的时候不需要默默的做，不需要默默的做可以很大方的做，也可以通知记者跟记者讲有这个讯息，让他能够报道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好像不大一样，对不对那这个是有到登录到 LCI 就是我们的这个国际总会国际总会里面他认证过的照片他认证过的照片好，这是我们跟青少年一起那他们这个柔道班然后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我们赞助他们一些活动这个是他们的夏令营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咯这个是夏令营这些照片都是有经过国际总会认证的那这个是反毒的游行反毒的游行这三太柱我们办一些反毒游行跟这个一些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在一起好，那这路跑活动路跑活动我们协助路跑活动，这路跑活动是一个狮子会主办的那我们这个分会是协办他们好，再来呢追求分会区和整个组织的杰出表现杰出表现你在分会里面我要激励我的分会的会员我们来追求来追求因为每个这个交接或者是每个这个年会的时候都会颁一些奖项那我们要来激励我们的分会来得到这些奖项就有一些技巧好，这个应该是放在刚刚了像这个是有被这个电视采访报道过那这个活动是做什么呢？是做静海，有没有听过静海？我们都知道静滩嘛，我们每年10月8号世界狮友服务日，可能我们都很多分会办个这个环境这个保护可能会去静滩啊。那这个是一个首创的一个静海活动首创的一个静海活动你看我们这个师兄他穿着潜水衣，这个潜水衣上面有一个 mark 是什么？狮子会的 mark 那这个在我们这个基隆方面我想全国大概也是没有几个人做了没有几个分会做是一个近海活动，在海里面他潜程到海里面去清除掉一些网子，清除掉一些保特瓶，这些东西是会妨碍到一些鱼啊，一些这个生物所以把它清掉好，那这是爱心伞这都是可以扩大我们这个能见度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要改善汇集的价值并开发新的市场
哦，改善汇集的价值，跟开发新的市场哈、哦。好，在这个改善方面哈、哦，其实我常常觉得说，我们分会里面哈、哦，事实上是可以一些附加价值哦，附加价值哈、哦。分会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人才哈、哦，这些人才里面哈、哦，有的像我们这个师兄，他就是柔道高手。哦、他可以教我们一些、啊、这个自我的防身术、哦、自我的防身术，所以在分会里面他可以开这种课程、哦、让分会的会员里面觉得说，哎，我们有人可以教这个东西，而不需要他自己去外面学、哦、这是提升我们这个会籍的价值、哦、好 OK， 那我的时间差不多了，我最后、哦、再稍微讲一下这个东西、哦，好，这个东西很重要哈，这个东西一定要讲的哈。我们要发展新会，要发展新会哈，或发展新的会员哈。事实上，这个女性是很重要的哈。我们都知道哈 ，A 三区有没有来 ？A 三区举手一下吧 ，A 三区。A 三区有几位女的会长？43位哦。哎，给她掌声一下啦！怎么没有给她掌声呢？一个区里面可能只有70个、80个分会，他有超过一半的女性的会长，是不是值得鼓励？哦，再给他掌声一下。这个女性哈、哦，在我们现今的这个狮子会里面是很重要的哦。哦，女性目前参与的还不是很够哦，所以这个还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总统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今年得到奥运金牌的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嘛，所以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开发哈、哦，很值得我们去增加的新会员哈、哦，就从女性来着手哈、哦。好，其实还有很多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大概只能谈到这里哈、哦。那我带了2个礼物还没有送完哦，等一下如果我有机会，我们再继续送啊。不过我们现在要先来一个。这个带动唱一下哈，我们请那个谢师姐孟云上来。好，大家要站起来一下，站起来，我们动一动好不好？哦，听说今天讲师哦，一定要两个都具备啦，一个要会带动唱啦哦，一个是要送礼物哦，来。我们来跳这一条是你是我的花朵。音乐来了吗？音乐用这边的。等一下副歌的时候哈，等一下副歌的时候大家比一下好不好？三位，音响用孟丽老师的，哦 ，OK， 这边音响，演唱会的，好，这边是演唱会的音响，哈、哦，哎，跳得好的区域，我们送个2本，怎么样？哦，哎，3名好了啦，1、2、3名呐，哦，3本、2本、1本呐，哦，好不好？这区的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